屏幕前面的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莫叔。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还是咱们的老规矩，给屏幕前面的各位领导汇报一下，这一年我都干了什么。本台消息，近期湖北省武汉市等多个地区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分类消息。29，截至1月20号，关于疫情境内累计报告。别动，躲起来！你认识我？你大几了？不怕我给你打马赛克，大几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期怕害怕。好，谢谢你这8年的陪伴。好，这边好。哎，好。让我，让我。会打篮球吗？那你会不会打篮球？那么清高吗？辞旧迎新，2020年马上就要过去了。2021年，祝咱们屏幕前面的各位小伙伴生活愉快，过得开心。骚话就不多说了，给大家客套一下。2021年，我将以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，也谢谢咱们各位小伙伴们这一年来的陪伴。